好的人，今天有点嗲，就是要回家吃饭这样。对，就其实这首歌是我们就是到从桃园，然后可能毕业啊到台北工作，或者大学毕业到台北工作之后的一个心路历程。对，就可能刚到台北的时候觉得很陌生啊，觉得那边的步调很快啊，然后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有归属感。可是，在很多的我觉得和朋友的相识相遇，然后发生很多事情之后，我们慢慢对台北那个地方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但还是心里面还是很期待，或是很想念回来，就是自己的家乡。对，然后其实这段我应该刚演之前就要讲，可是我被小黑蚊咬到好痒，然后去找黄文英，因为我超会被蚊子咬，就好像被咬了很多个。可恶，他突破这个纱了。好，下一首歌呢，唱的是《志》。然后《志》这首歌，我觉得是一首可以给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听的歌，就是你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借着听这首歌回想自己做的所有的选择。嗯，没有那么沉重啦，就是开心的听。好。
谢谢，这首歌叫做纸。太可爱了，我觉得有种大家在一起，我觉得会更勇敢的感觉。